大姑娘说苹果是真香，俺头几天来了是吧，妈说叫俺多来点东西，某单就丢抖了一点点苹果，真是后悔了。看这是俺现在所有的囤货，两桶泡面，一个苹果，还有一个鸡蛋。我这还有一点擀面包。咱俩一人一桶泡面，一个擀面包，叫恁姥爷吃。完了，多喝点水。啊，可以。原来前几天嘛，是不是不下来，自己搁家看家嘞？我搁这看家吧。好好好。看到这北京饭店实在不行了，把手机改了啊。嗯，也可以。弄两桶吧。好，这些全都是别人要的。都是纯粹一些实用的东西，都小零食了啥了，嗯，没有放水。对，这些泡面啥的全都没有了。还买这么些东西？呀，你早上你喊我，我下去给你点了。我想着。你就买点面包啥的，就是面包方便面，你去了一会儿人都叫方便面，啥都抢空了。哎，弄是不剩多弄点了，不管啥香肠了啥了，不剩多啥东西了，多弄点哈。要不咱俩先吃一桶。嗯，没有问题，苹果咱俩弄开。好。咱俩先弄开。好。我还是趴到窗户外，这风吹着可得呀，也不知道啥时候该出去。你看这几天天气多好。嗯，感觉外边可暖和。嗯，恁四个都给这儿集中管理了。哦，他上课估计是得打开摄像头。中，他仨跟一块儿也老炫。可呀。咋看着你咋变丑了呀？咋不帅了呀？咋弄了呀？那脸盘子咋恁大呀？因为我吃面片吃胖了。哎，怎么吭气啊？你看恁大跟你说话呢，想我了没？显得大了没？没。想试试了没？想啊。想啊。中。回去了给你安排好吃的。恁大回去给你安排个巴掌啊！不，竟然不想我。我本来想说搁这给你带点。玩具的那个钢铁侠了啥了，你这一说不想我呀，算了，我看也没必要给你带了。那你从现在想吧，我给你带个。回不去，还封着嘞，再停几天了。昨天那老师表扬你了呀，我看见。给家奶奶给你做好吃的了吗？面条啊，甜条。咦，好，恁别给你做了，你俺俩搁这想吃个面条还吃不来的，懂不懂？俺都搁这吃泡面。泡面我感觉也怪好吃。嗯，你连续吃几天，你天天吃都觉得不好吃了。恁没有穿这了，恁没。中，去吧。爸还说车大了，你看这边起的溜。刚刚是不是跑回去，我上回家嘛。啊。你要看家，家，哎，你家的地方叫他叫他上。叫他一边。弄得不让。开始。咦，你还？哈哈哈哈哈。咦，中，不赖。哎。真不错。想爸爸了吗？想我了吗？亲亲爸。嗯中。